后他接受一块玩吧，就是我们就是玩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一番赏的玩法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的一番赏是由上面的金球、银球和黑球，还有下面我们的赏来组成的。然后的话，现在如果想参加小伙伴，可以点击我们的开始抽奖，然后选择马上支付。然后这边的支付呢，有选择我们抖音小黄车上面的相应对应的链接，进行支付就行了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悬赏环节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我们相应的赏票来进行。好，我现在选的是这张赏票，让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有啥。啊，恭喜获得 B2 赏一个。现在它下面的这个赏的橱窗会不会弹出来？我给大家拿来出来看一下。现在我们中了一个雷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都是正版日本手办。